职场发展瞬间万变，唯有对人才的渴求从未改变。BTC 旗下的院校一直同业界合作，培育人才，让年轻人透过职专教育在专业路上发挥所长。智慧城市的发展令数码科技在个人和企业的层面都被广泛应用。香港电讯作为科技、媒体和电讯业的领导者，对网络科技、云端、网络安全和软件工程不同方面的人才都有非常大的需求。 VTC 辖下院校 Ivy 的同学可以在香港电讯实习，透过参与不同的 project 学以致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团队里面都有很多是来自 Ivy 的。香港是亚洲以至全球最重要的空运枢纽之一，近年业界运用了很多新的科技提升效率，为客户带来智能化的服务。行里面有很多新的机遇，很适合年轻人长远发展。 Hacto 和 Ivy 一直携手合作，为业界培育一班实务的专才。 Culinary is an art that requires not only skill but also creativity. ICI students are training to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standards with world-class facilities on campus.I'm impressed not only by the proficiency of their culinary technique, but also of their passion and stamina. It is inspiring to see so many talented students at ICI. Ivy 的同學讀書的時候已經有很多的實習機會，一畢業已經熟悉酒店的基本運作，他們的工作態度正面，亦都有很好的溝通技巧和應變的能力。我們酒店有不少部門都聘請了 Ivy 的畢業生，他們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VTC 的多項課程其實都已經通過香港工程師學會評審，並得到業界的認可，完成高級文憑還可以升上學士學位，不少人都是經職專教育這條路成為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獲得專業資格。我們集團旗下的雜誌品牌和 VTC 的院校 HKDI 合作，為高級文憑學生提供實習機會。 HKDI 的同學很有創意，而且有很強烈的時裝觸覺和國際視野，他們對傳統媒體和數碼媒體都很有認識，為我們帶來很多 new ideas。 VTC 引領年輕人實踐抱負，掌握技能，為業界注入新動力。